道吗？遗憾的屁眼，一三 A。OK， 没有屁眼的问题。Team Ace， 变成 Team Ace 了。他们的 Team Ace。OK。队伍的屁股。Oh my god。Oh my god！ 疯狂屁眼，靠 ！Crazy Ace， 那个 FK 可以那个删掉了。我举一颗头好不好？有吗？好吗 ？OK， 夺命女。OK OK OK OK， 黑百合。都看我昨天夺命。黑百合是什么？黑双黑百合。我黑双双架双架。哎，掉人！哎，你又不会叫了，有个白痴的！操你妈！叫没有叫，操你妈！兵可注意一下，兵可注意一下。牛逼耶！你怎么那么准？你怎么开？你开我一只鸟？我来一次废一次。他开亏，我一次废了。W Tate Range D Hat。请问我们怎么小枪能打你？我靠！那你怎么倒了？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他打我一发，然后他打你转那么多枪啊？你妹的，我黑的。这是我的。他打脏了。Link 了 ，Link 了。我在自发，他就逼进来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？Sorry， 刚才被家长 gank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有你的事。没关系。不是，我还是想要先问清楚好了。没有问题，所以总之没有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总之就是没有。啊，没有，如果可以下降就调啊，就完了。可能真的没办法。到底开一点九干嘛？版本是多少啊？牛逼！一点九。我靠，你怎么可以把枪丢这么远、啊？一点一九，我三。哎呦，哎呦 ，sorry， 为什么是最新的、啊？妈，你是要玩生存是不是啊？我没有枪。Sorry，ICBU 干。我们甚至没有最新的那个档案了、啊，操！就真的没有最新的安装档哦，有白痴。对啊，新的没有。我们原本的根本没有。你们除了 Luna 跟 Wave 还有什么其他启动器？我们真的没玩了，我1.18也没有载，看。逼的，我逼的，弄的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没办法载？没想到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玩游戏，我们没有。不是，哎，更新很久啊，靠背。那一块安装档要，那一块安装档要载很久。要载很久，操你妈！你没听懂吗？嗯。你安装档不用载很久。没啊。你这把网速是买，你是买一 GB 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他妈安装档就是要很久。不是调个版本。就是我们没有载过，在台湾还有很久啊。我今天才刚载，哪载那么久？阿哥，剩一只。OK， 这里。中包。因为我是用官方启动器，关你妈！你懂屁的？没有，我要你要让我有借口，请不要。对，OK， 对，我的官方启动器，所以1.19要载很久。我也懂怒人啊！你不是说 Vape 新版没资源，然后他也不知道听不懂 Vape 是什么。Vape 没有，就科普一下，那个 Vape 不是一个启动器，它是开的时候在开 Vape， 它是注入哦。啊。反正他们那个开伺服器没有听懂我们讲什么，他就是代表他智障。对，我们也不想跟智障玩游戏。对啊。对，应该那个他们要玩生存的，然后跑来玩 UAC 啊。他们数值一定也不会跳啊。忘记买烟了，几百。他们是买插件的，他们是买那个。进店了，买那个。进店了。到了。Nice。七，你们怎么那么顶啊？因为我换精华，因为我换 A 的 V3 Pro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用吗？好用吗？全屏爆图。我真的想买。你上一下，上一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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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Nice。哎，有兔兔哎。哦。他用 FA2， 我打他149。我打40啊。中一只干。我打40啊，你要怎么糊？可以帮我捡切换符符吗？
什么鬼鸟？我都打不赢了。什么鬼鸟？